失败了。不应该啊，这么完美的英雄救美计划就失败了。别提了，彻彻底底的失败了。我们低估了岳隼元，高估了栓子、柳条那两个小笨蛋。我还有一个主意。嗯，就是吧。杨潇，你给我出来！子言，你回来了。腿怎么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今天去西街找孙掌柜谈生意，结果生意没谈拢，还放狗咬我。你说他恶毒不恶毒？这是事发太突然了，我没注意，我就摔断了腿。谈生意啊？嗯。放狗咬你啊？嗯，是的。那肯定很疼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好痛啊，痛痛！哎呦，哇，你背上怎么有那么大的两只蟑螂啊？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哎呀！哎呀！思妍，听我说嘛。看来你确实是摔得很疼啊！暮色迟，残荷听雨声，燕归巢，庭院一深深。凭栏望斜阳酒一樽，醉里愁，几时又逢春。清风明月醉香尘，闲来闻故居星辰。本是情郎不归人，缘何如梦了无痕。从来依然前梦魂，一诺许余生。云何山重故人，勾起眉梢几分，扰乱流年方寸，换得风雪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